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碾碎水银必足了，水银有啥用啊？水银海，那就让我来吧。水银没有用。对面5个传送莫干浪，我们4个疾跑一传送。什么叫做过人？很遗憾拉不回来，没有能破盾的东西。我打的每场比赛都去中吧。莫甘娜伤害挺低的，其实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上路应该能杀一个啊。Double kill。最后，我从不练习。我拉回来 ，A 加 W 妞，疾跑一开，平 A。外圈刮 ，A 接 W 妞 A 塔了，哎，难玩。头发球，我不会全力付出，但会全力争取。我先来个208。每条路都是我的路，要一圈回家。皮还得要一个，先来个皮还。要朝着规则灌篮。啊。洛克萨斯之手在这里边被削哈，我造成90%常规伤害，受到110%，我们连个车都补不上。我让他开始了，我服了，我这咋伤害这么低呢？感觉咱们先来个水银海，所以这就是板凳的样子嘛。当你完成训练后再多练一些。多受到10%伤害，啊，不对，多受到5%伤害，减少10%伤害。但随游戏时间，它可以没，是不是？莫甘娜确实是不好杀啊。但是我可以推你的塔，怎么样？你能吗？你不能，没有用啊！这那不掉血呀！我拉回来平 A， 平 A 疾跑一开，外圈刮打我妞一个劈。接球，想不死吗？干了，那能行吗？谁的场子？我的场子。Shut down。回家。等你回来时，比赛将会继续。保持水分，我不打比赛，我
就是比赛。洛克丧尸之手玩一把就行了。嗯。看不见的裁判就是法律。铁刺鞭。我可以不跟你打，我去找你队友去了，再见。游戏时间到了。哇、然后得分。Killing spre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没看到一支队伍。穿着燕尾服的路人，中路的莫格拉没了，搁这儿呢。Shut down！ 我怎么感觉这莫格拉要双杀了呢？流血能流死，你看我就知道要双杀。对面还有个 AD 莫格拉，我一寻思就得有这种玩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 AD 莫甘娜叫什么玩意儿？叫学校。的数据说明一切。没有人管，我可给你拆了。OK， 医学塔回家了，我们无敌了。我们这把来大影魔刀，振奋，紫炎之力。最后一件儿，板甲吧，不要任何一点虚区，就又上路干他们一波。打不过吧，我来了，我十一级洛克萨斯之手，智慧默印呢，智慧默印，我疾跑一开，请进 W 外圈刮，拉回来平 A， 平 A 一个 P， 没了，死了。白教我一级跑。每场比赛都是主场。我从不练习。你都有蓝，不行，你就算了吧。太好了。你就别要了，我来吧，你也没。你都有蓝了，那就拉倒了，走呗。外圈刮，外圈刮，挺进，不行啊，这波没有到。完了，那哥们儿算是没了。来，我给你报仇啊！要动一下，我请进 W 外圈刮平 A， 妈了个巴子的，不让动，回家了。还好我比较的幼啊，要不然我们就没了。这
就是接球。完成训练后，再多练一些。没用啊，他还有盾呢、啊。我这一盘，我闪现挺进 W 外圈挂一个劈，外圈挂拉回来 A 接 W 外圈挂走位挺进 W 外圈挂，我一个拉走位，死没死？上一个啊！拉回来 ，AJ 打把溜，平 A 交给你了。哎，可以，这还能推了吗？算了。来个红包。差200块，打破的外圈刮，哎，我挺进拉，外圈刮，打破的，哎，还好我走位走的好，拉回来，完了莫干拉成群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投降了。